插座在哪里？最近的插座，我给你找好买好插座板了。你要先试吗？你好，你先拿进来，我看一下。好。多长啊？这个？五米，100%的。在那边不方便，就站那个角就好。但是那个角一挡了左边。那如果站这个边呢？这边可以啊，站这个角，刚好是这里的人跟这里都看得到嘛。因为我只怕挡到。没有，我们就人站这，然后插。